Hello， 大家好，请。那今天就来这边随便聊、随便打环节啦。那上次基本上我们尝试了两次哦，都还是打不过我们那个恐怖的异星敌人。那这边的话看了大家的留言，大家是说派姆特猫还有小红帽应该是可以解除这一次这个危机哦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哦。那目前来说，上次有测试出我们那个超级无敌击退小跟班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可以继续留在我们这个队伍里面的。然后里面的话，我们就看一下能不能就是把我们一些猫猫换成我们那个，好不好？把这个康康五猫换成我们的那个小红帽。好，我们先小红帽出击一下。大家都说小红帽不错，小红帽不错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小红帽这一次能不能解救我们。好，他们是说这个小红帽跟那个哈哈姆特都不错了。好，就先这样试试看。跨埋机嘞，好不好？来，走起，呆瓜游泳大会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，好不好？拜托了，拜托了，一定要有机会哦！这个再过不了哦，观众要头痛了，各位。哦，有难有难，这关看起来是真的可怕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这样子走起，美猫猫叠起。那有钱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尽量好不好？派小红帽跟那个小蛋丸。你看这击退是真的很舒服哎。好，小红帽先叠一只，然后继续击退。小红帽，你可以的。小红帽应该是不会被那个大炎猴打到吧？感觉应该是不会被打到才好。整关最麻烦就是那个，我觉得是那个越战越勇熊熊，那个很尴尬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有没有机会，好不好？能够把这关给他收掉。来了来了，慢速开启。小红帽加油，你可以的，我相信你。I believe， 好不好 ？I believe， 哦，炸得好，可是要没钱了。你看这个网球真的是打得很好哎。好，小蛋丸，有小红帽，干大事啦！快，继续，这个小红帽，加油！干大事！哦，这一炮轰得好哦！有人跟我讲说姆特猫也不错，你看这个击退，这网球拍拍是真的有点猛啊，各位，不是我在讲，这网球拍拍。哦，小帽 ，nice， 小帽真的是不错啊，各位，感谢你们的这个推荐，可以，他疯狂的在炸这些死熊，拜托小帽不要死就。哦，可是没关系，第二只小帽来了，小蛋丸。然后这边网球妹子，有人跟我讲说这个网球这个不一定是妹子，但是你穿这个小网球小短裙，应该87%应该是妹子的吧？哎，他今天表现超好哎，疯狂击退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是真的不赖啊，各位，这只，哎，他是范围击退的，真的很舒服哦。我们现在有钱了，小帽加油，那个网球拍拍击退，哦，完了。完了！怎么好像还是打不赢？还是要再加一只姆特吗？哇，尴尬了吧！哇，这个击退，拜托再击退多一点，网球猫猫，可以，你这个扣杀打下去就没问题了，你这个扣杀，哇，我的天哪、啊，这个伤害太高了吧，熊熊，哇，救命！快，再死个几只就有机会了。这个网球猫猫啊，我们的救星啊，各位。我觉得这一次，因为我们没有开那个狙击镜，哎，这边再开个狙击镜是不是有机会啊？美猫猫，哦呦呦呦呦呦，这个刚刚那个击退很有用，拜托了，不然就赶快把熊熊给打死吧，拜托了。啊，救命哦！怎么那么难打、啊，要求哦！你看这个击退，我就说他很关键吧。让他当然是封面主角是一定要的，好不好？太神了，这个哦，鱿鱼都死了，有机会吧？哇，彪啊，熊熊！哎，还是很难哎，但是我懂那个小红帽的感觉了。小红帽这边的话加进去 ，make 死跟狙击镜开起来，然后再放一只那个，应该是有机会，好不好？摄影师猫猫应该是可以拿下来的，姆特猫下去，姆克猫上去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
还是很难呢、欸。这关确实有点困难吧？卡了三关，还卡了三天，应该算情有可原吧？对不对？应该是吧？算情有可原吧？应该可以的吧？妈，来喽来喽！觉得我们可以先叠多一点小红帽，你们怎么看？小红帽叠多一点。然后小弹丸也叠多一点，美魔猫叠吗？还是我们这次就不叠美魔猫了？我们就是网球拍拍，怎么样？这个网球拍拍是真的有点猛啊，而且不用叠美魔猫，感觉钱钱也是拿得比较快一点点。来了来了，我还是想要叠一下美魔猫，你们怎么看？好啦，先母特猫一下，母特猫出击，拜托！哎靠，一下就死了，完了完了，这 BBQ 了。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小红帽那边有比较快的，先把那个寄居蟹他们给轰死的话，是不是有点搞头啊？感觉这样是有点搞头的。然后是不是还要再加一只盾牌啊？感觉这边盾牌的量好像有点偏少，再加一只盾牌是不是比较好？哦、完了，小红帽小心欸，小红帽你要继续活着欸。哇，小弹丸挂了，两只小红帽，双炮夹击，哇，变一只小红帽了，哇，完了完了，感觉挡不住欸。怎么会这样？刚刚差好多、哦，出了什么事情呢？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少出啊。可是我觉得这个网球真的救了好多、哦。其实应该是要在这之前赶快先把这个大眼猴猴处理掉，然后我们再慢慢的用网球拍料理这个熊熊他们。因为我们一开始如果太常先把那个熊熊给打到没血的话，我们自己打也会很辛苦，所以先用美魔猫先把这个大眼猴和他们给打掉，是不是会比较轻松一点点吗？感觉是有，所以我们应该是先叠美魔猫，然后等到一切 OK 之后，我们再叠小红帽他们打后排吗？你们觉得呢？我们先把大眼猴和他们给清掉，你们怎么看？是不是比较好啊？哇，重点是因为美魔猫也是很贵啊。大眼猴要死了没啊？好像死了几只了。欸，所以我们刚刚到底错在哪里啊？我们先出了两只小红帽，欸，是不该出这么快吗？先把一只大眼猴给打掉。好像只剩下最后一只了吗？哎，好像没了。但现在我们好像也打不赢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好像也打不赢啊。完了 ，BBQ 了。哎，不是哎，大眼猴猴虽然没了，但是那还是很难搞哎，是不是少了一只盾牌啊？我觉得盾牌应该再多个几只吧。对不对？应该要再多个几只盾牌，你们怎么看？完了，对，我觉得盾牌不够，要再多个几只盾牌，然后保护好那个网球拍猫猫。哦，哎、欸，他这边表演得很不错哎、欸，网球拍，狂打猛打哎、欸。根本连 MVP 吧！我的天哪、啊，他刚刚那一几个超级击退，太神了！可是我们现在这个熊熊战力都上来了，其实加上这几个小红帽，好像也没有做到非常非常好打哦。还是我们的连主要换啊！哇，要求嘞！哇，天哪、啊！哇，天哪、啊，这个熊！但是我觉得这边的话，确实。是不错的，但是我觉得应该要再换个那个盾牌了。
哇，那要美魔猫换下来吗？盾牌有没有谁可以上？妖修，这只呢？饭团猫呢？试试看。哇，卡了好几天呐！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它杀掉啊，不然真的太扯了啊，各位，好扯好扯。可是我们现在没有美魔猫，不知道 O 不 OK？还是其实我们应该要叠那个，叠旁边那个，叠那个囚犯猫，是不是才比较好？叠囚犯猫这种远攻距离的，叠囚犯试试看好了。这饭团猫是不是很快就死了啊？对啊，这饭团猫根本就出去送死的吧？那感觉放拉面王好像还比较好一点点，不是放那个摄影师猫是不是还比较好一点点？姆特，有打到一些猴子，打到几下猴子。这一次可以吗？我不知道哎，不知道那个饭团到底有没有在做什么事情。我只知道让他们如果再继续叠起来，我们会很惨。但是我觉得囚犯猫这边感觉不错哦，囚犯猫这边有不断的在打击，看起来好像好多了。小红帽，小红帽，努力砸！好紧张哦，天哪！因为这关真的卡太久了，各位，这关真的是卡太久了，卡到我都觉得夸张了。妈，又出来，又出来了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他们又来了，两发炮，两发炮！哇，小弹丸挂了，不行啊，白痴哦！真的假的啦？小红帽跟姆特猫，你们就打赢了吗？你们太强了吧！我不行哎，三小了啦！哇，死定！你看他们现在全部那个攻击都往上提升了，要了个修，认真，哇，不行哎！那我觉得美魔猫感觉还是一定必备哎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饭团猫给它换下去，这饭团猫根本就不行啊！哇，要求我看一下哦，还是龟壳？龟壳有没有机会挡？试看，我记得龟壳，看看龟壳好了。龟壳，然后姆特猫下来好了，姆特猫感觉好像也还好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这样子，然后再放一个盾牌，谁？摄影师猫猫多少钱？540，哇，有点太贵了。跳跳猫嘞？跳跳猫240，好，可以，走起，看一下这样子，看一下，这个再打不赢我真的没办法了，这再打不赢我跟你讲我真的没办法了，好不好？我金价无法躲啊，我金价是无法躲啊，各位，我真的是没办法，我跟你们讲，跟你们老实讲，我可能就真的要去看别人的影片了，但希望不要有那一天，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要自己打过的那种感觉比较爽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好不容易发现了这只新大陆猫猫，对不对？个击退真的跟鬼一样哎。那我们现在把龟壳放在各种地方。先放好路障，因为这个龟壳，它会再往前飞。可是我们这场又没有带美魔猫了哦。我觉得美魔猫是打那个猴子的关键，大型猴的关键。来，这一次不一样好不好？两个龟壳出发，有龟壳应该蛮挡的吧？我觉得，加油哦！我们现在手速上限哦。龟壳干巴爹，龟壳干巴爹，龟壳把锁在那边应该 OK 吧？
可以可以可以，疯狂打塔，我就是要你们这样子。Go go last kill， 你们可以的，打塔，拜托了，要赢，不能输，我要赢，快点，别再输了，龟壳出击，跳跳猫，拜托你了，挡一下，再不赢我们就惨了。应该有机会吧，我觉得这次蛮有机会的，这次一直把阵线维持在前面哦，而且这个网球拍拍猫猫很努力啊，各位，这真的很努力啊，我只能这样讲啦，真的很努力啊，塔快要打掉啦，拜托啦，不要再出什么大事了，不要再回推啦，算我求你们。 Oh my god， 到底怎么回推的啦，欸，真的很扯欸，干，傻眼了，我真是傻眼了，啊！天哪，你真的是真的假的？这么难的吗？我都打到怀疑我自己嘞，是有这么难？拜托了，网球 ，Go Go Go， 拼到最后一刻！哇，你看那个网球，他真的很努力耶，他一直在扇那个扇那些角色的巴掌，有看到？他一直在。加油，就是靠你们了，你们很厉害，你们很棒，好不好，你们超棒，疯狂击退，你们自己看，这只是我们孵出来的新猫猫啊，这只真的 很有料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有料，但是它真的好强哦，我们现在只要撑住就有那么一点点一丝丝的希望了吗？妈，我是说妈，好不好。哦哟，白痴哦，太难了吧，怎么会这样啊，不可能这样子搞了吧，龟壳，拜托死个几只熊好不好，你死个几只熊让我放心一点点好吗，完了，哦天哪，不要闹了，打好几天了还一直打不赢，哎，欸，白痴哦，真的假的啦，我真的是没法度耶，哇靠，欸，我真的没有办法耶，我已经看了大家的留言了，小红帽有机会，但是我放了，没有搞头，我果然不行吗，欸，我觉得这一次已经算是最有料的一次了，哇哩嘞嘞，傻眼。